接下来轮到是第二棒的Candela， 这个球出手打到是右外野方向的飞球，结果张政伟啊判断的也相当的快速，迎上前来接杀出局，两个人出局了。这球在过程当中稍微有顿一下哦，才会接得这么近线，这球的弱点也很刁钻了，也不容易处理，但是张政伟也处理得很好。